青奥会开战在即，张本智和非常期待拿到冠军，国乒小将能否阻挡。张本智和已经成为日本乒坛的超级新星，先后战胜过白振东、张继科、马龙等国乒绝对主力，并在日本公开赛上摘得男单冠军。可以说小小年纪能够达到这种成就，这在日本乒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日本公开赛后，张本智和接连在公开赛上败北，梁靖昆、许昕、松平健太、弗雷塔斯都成了他前进的阻力，因此张本智和四战公开赛揭幕。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如今张本智和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在战胜国乒主力后，他的自信心已经爆棚。虽然之后被梁靖昆和许昕横扫，但是那层窗户纸他已经捅破了，王楚钦必须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所以王楚钦要正视自己的这个对手。虽然梁靖昆、许昕都曾经先后击败了张本智和，但后者速度加搏杀的打法还是非常具有威胁，王楚钦因此要做好各种准备，把困难想足，把细节把控牢固，做好去拼的打算。不出意外，两个人在比赛中相遇的几率还是很大的。针尖对麦芒，狭路相逢勇者胜，一起为大头王楚钦加油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楚钦此次青奥会还搭档孙颖莎进行混双项目的比赛，不出意外，两人极有可能在混双决赛中遭遇张本智和平野美宇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今年参加的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的次数明显落后于日本的张本智和与平野美宇，日本队的这两名选手几乎全勤了国际乒联的所有比赛，因此他们在排名上远远领先于王楚钦和孙颖莎。